刚刚我们看到二地上，尽管是草木难生，还是出现了绿蚁生机。左镇属于曾文溪的水源保护区，镇上没有工厂，没有污染，空气好，水质佳，非常适合做有机农业。但是说起农业呢，左镇的芒果种不过邻近的玉井，香蕉的名气也比不上旁边的岐山，该怎么突围呢？这几年陆续有年轻人返乡务农，新一代的农人为了区隔市场，有的种养生水果，有的种顶级药材，还有人专门种玉山记，也就是1000元钞票背面的图案，同样是很热门的养生植物。其中一位果农呢，还有一张明星脸，外号叫做左镇刘宝杰，到底有多像呢？一块来看看二地的生理局。叫做玉山蓟，俗名鸡脚刺，浑身带刺是保命利器。伊遐刺哦，那个糖上面也不啥会去吃。玉山蓟，遐刺去丢掉。有啊，我讲这个面条啊。没听过玉山蓟吗？切面左下角的图样就是玉山蓟，原长于玉山。余庆元听说玉山蓟是天然保肝植物，就想办法移植到左镇的白垩土，革命七年才栽种成功。啊，这种土就像说小卡白垩土较歹种啊，哎，靠南港较照顾啊，哎，伊用在底下海拔较悬的所在啊，我啊用等下只安硬啊栽培啊，我就种就行啊。其实叫汉医讲讲做好啊，咱都嘛无介慢啊。这位左镇的里长常年在外地开游览车，十多年前回故里照料生病的年迈双亲，还好老天爷眷顾，中年才转念务农，玉山蓟却长得特别好。烘干后做成养生茶包，热销程度里长自己都吓一跳。白垩土上成功栽植的经济作物不止玉山蓟，还有被封为人参果的香瓜茄。那这个是香瓜茄，它最主要特色哈，它本来是白绿色的，对，那成熟以后哈，它就变成有些紫色条纹。这种原产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水果，有香瓜的清甜，糖分却很低，微量元素丰富，适合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食用。现在渐渐大家比较注重养生了，哦，那个因为现在都说都到外食组，所以说三高比较高。那它主要特色，因为我的客户里面去年反映回来，他们针对我们那个三高里面的血压部分很明显哦，很明显会降血压，所以说低血压人是不能吃太多的。笑起来有张明星脸的果农简海德，人称左镇刘宝杰，房地产做得有声有色，也是因为顾念父母的身体，他决定回乡耕作。由于香瓜茄耐旱强，对土壤也不挑，又是这几年相当热门的保健水果，应该有成功的机会。简海德分析，左镇的水果芒果种不过旁边的玉井，香蕉名气也比不过邻近的岐山，要生存就得另寻出路。更重要的，左镇属曾文溪水源保护区，全区没有工业，空气好，水质清，是无毒栽种的绝佳好地。于是左镇刘宝杰带头种起有机香瓜茄。头几年虫吃的比人多，现在等不及产季，顾客就抢着下单，市价一斤最高卖到200元。寒假正逢农忙，妻子一对儿女甲级动员到园子里拔草套防虫袋。我跟他们讲了，这是他们的股东啊，这是他们的公司在这里，所以没有最低工资。哎，没有最低工资。哎，对对对，义务帮忙呀，义务帮忙，那就是收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让他们那个利润，让他们去做利润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功能是这样子。基本上第一年的话都是跪着的时候啦，就是如果像在灾难一样，所以你每那时候每天都要下跪的呀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神圣的东西啊，说实话也是这样子，没错。今年啊，今年有这张椅子比较方便，救了你的膝盖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
可以一直滑来滑去，这样比较快，这样子。喜极而泣了。对吧？对吧？欢迎来佐证吃香瓜茄。佐证的人参果有机，何首乌也可以有机。采收的话，哈，一定要到六年。六年才对。六年才会采收。好，那这六年之间要干嘛？就是整理拔草啦，就是等待收成了。这么深哦？哪里挖人参？比人参还不好挖？比人参还不好挖？对对对。找到了。与灵芝齐名为四大仙药的何首乌，这几年已经长成佐证的新黑金。啊，真的何首乌就是有一定要这个梅花形。它里面有个梅花，梅花形状，它闻起来就一定有人很重的人参味道，这种就一定是真的何首乌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保证不是真的何首乌。做调理食品的王志柏，料理包内的何首乌过去多是从大陆进口，他忽然想，老家没有污染的环境，生长鲜药最是合适。果然，隐藏在藤蔓下的何首乌，个个块根硕大，年产三吨不是问题，每个月还能卖出上万份料理包。只要有心，恶土能生绿金，生黑金也能生黄金。做板模的刘生坤夫妇不舍得亲友农地一块一块修耕荒废，夫妻俩干脆返乡整地种木瓜，瓜都还没收成赚钱，光是往事就花了500,000，整整一年半夜都在园子里看星星。开始生产的时候才有收入啊，所以还是要订板模啊。对，还是要工作啊，白天要做啊。白天要出去做板模，晚上回来的。晚上再带头灯。带头灯。带头灯。对。对对对，嘿。生活这么精彩。要转业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。对啊。那太太也要帮忙哦。哎，带头灯是他啦，我没有啦。在这个塑胶布上面看星星。看星星啦。这也蛮浪漫的。我在这边赏星啦，赏月啦。对啊。什么东西？太神了！弯着腰杆子，刘坤勋像个谦卑虔诚的拓荒者。渐渐的，木瓜园从一分地拓展到一甲地，盛产期每个月可采5公吨的木瓜。晚冬的午后，丰收的滋味，甜的像蜜。新农人培训计划也悄悄地在校园萌芽，温室农园的花菜比脸还大，学生很有成就感。那未来他可能多了一项技能，那这项技能可能可以养活他自己或者是他一家人，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先在国中的过程中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让孩子有机会去学习体验，然后进而也变成他一技之长。同样抢下二地生机的，还有白垩土养出的白垩鸡。伊个白垩土本身伊有甜分，咱鸡啊，伊个山走嘛，伊个做遐食，迄个虫啊、土啦，我袂食。所以对这个鸡的成长，它伊个毛病较少。所以咱遮饲个鸡就免下药了。园区其实就是用下面铺眼，然后去烤，对。那我要等那个颜色要转变成比较金黄色。
最受顾客喜爱的是皮酥肉嫩的盐焗口味。红莲河的餐厅盖在308高地，观白垩全貌的最佳地点就是至高处308，耸立在台南左镇和高雄内门的交界，远眺赤裸裸的崇山，毫无遮掩的冲击视线。20年前，红莲河就相中这块宝地搭建景观餐厅，全台湾只有它的餐厅豪气的横跨两个县市。所以你的餐厅那一栋就是高雄，高雄市内门区。这一栋是台南市左镇区。所以你的餐厅横跨高雄跟台南两个县市，全台湾最大一街就是这里了。对对对。好的，所以这个是交界点。交界点，那个乞丐，乞丐。所以那时候把你的餐厅盖在选在这个地方是地王。我都是乡边的土地拢外啊，较早只一片荒野，只个土地小小啊，无啥人要买啊，只个地歹啊。哎，那时候买花仙子，大家要花对啊对啊，哎，用来吃。啊，因为我就是看这个风景很特殊嘛。物竞天择，懂得与恶地抢地才得以生存，这是白垩土上的进化论，现实却也真实。